我是观光列车长的812年了，5月29号，百福站9:35。来了，我的28来了，刚好也过来了。28是彰化巴士，叫海洋花莲了，五元马吉祥号。2023年天，2024五元马吉祥号，在百福站。通过了，刚才这次就能到了，129就能36分，28是终于通过，然后这次再见，拜拜。